请你当面点师，这多好的活啊，干嘛不干呢？你大胆叔也让娘跟他干，娘不是也没干吗？大胆叔呢，你怎么想我不管，可是眼下你要是当了百货商店里的面点师，你就能留在城里了吗？跟着他们干啊，干到底也是个打杂的。娘这辈子虽然没有大了，她也不能让他们小瞧了。娘自己干，嗯，干得自在不说，说不定啊，娘还弄个当头的。你也想开公司？他们能干，咱们怎么就不能干啊？咱们呀，不但要干，还得干大了。行啊，等有了公司，你就是总经理，我就是副总经理。那可不是。老爷，这大亮天的摇爱好干什么呀？这哪有蚊子呀？这说不准啊，什么时候就跑出一只半只的。行了，赶紧回家吧，多热的天儿。不回家，在这闻闻味儿。闻出什么味儿了？钱味儿。过段日子。有分钱，那我就回家睡觉去了，养足了精神头，等着分钱。哎，爹，你看，小蛾子，小蛾子，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见你了，没想到今天还真见着真人了。你是来接我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梦见我什么了？你歇会儿，我来。去干什么呀？要看呐，你就正眼看啊，别东一眼西一眼的。嗯，反正做的怎么样？嗯，你说呢？好了好了，就不回来了。我说，小打小闹，啊，就当是抻抻腿、伸伸膀子就行了。我这有的是事儿干，你要干你就来，你要不干啊，你就在家歇着，又不缺你的钱花。嗯，就怕想歇也歇不住喽。嗯，哎呦，哼。哎呀，看来你是真歇不住了呀！我的面食要进县百货商店了。我这回回来就是收拾收拾，过两天呀、啊、就回县里去。我这一回去啊，估摸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你的厂子里呀、啊，要是实在掰不开人手呢，你就去找我啊。可估摸找我呀，我也没空。去，我又多了个三能人。慢点，慢点。我们就不紧赶着慢赶着干活了，谢谢大伙儿。买卖做的咋样啊？还行。
行，你们这是灯啊，大胆说了，你给咱们厂推销面粉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我们大伙儿就顺手把你的地儿给收拾了，这不，肥也撒了，种也播了。放心，明年呢，肯定是个好收成。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我这就回家呀，蒸馒头炒菜去。晌午饭呀，我请了。哎呀，大伙干完活啊，都请家去啊。好的，来，来，慢点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看来你娘们买卖做的不错呀。还行吧。给大伙分的钱都备好了。嗯。备好了，乡亲们总算是见着亮了。你跟小肉包那事儿，也该借过了吧？火候没到呢。别老抻着人家了啊！等等再说吧。嗯，等到什么时候？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呗，等着吧。看来这事儿差不多是板上钉钉了。哎，对了，爹。嗯。你前两天喝了点酒，说你想干养猪场那事儿，那话还当真吗？我是想干。你说，有了粮了，要是再有了肉，那日子得多享福啊。嗯。可是干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呢，咱们面粉厂刚刚见点效益，咱们哪有钱干养猪场啊？没钱憋倒英雄汉啊。不着急，嗯，咱慢慢攒，攒够了再干呗。哼，等攒够了，我就怕我看不着了。胡说，你身子骨那么硬实，精神头那么好，怎么的不得再活30年啊？哼，要想干的事儿啊，就得立马干，还得抓紧干，这就是我的理儿。我得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。我要是看不着了，我死了我都闭不上眼。哎，爹，要不咱那钱先不分了？当家的，啊，明天就要分红了，估摸着咱们少不了。娘，你找什么呢？这明天咱家就有钱了，我得找一个能藏钱的地方啊。娘，有钱存储蓄所啊，你藏家里干嘛呀？那不行，咱家的钱能放别人那儿吗？储蓄所那是公家的，你放那最安全了。我跟你说呀，咱家的钱，我得搁一个我想看我就看得见。我想摸就摸得着的地方，这样我心里托底。娘，您要是琢磨不出来，就别琢磨了。等明儿咱有钱了，费那个心思，受那个累。商店经理说呀，让咱们弄个新花样出来。那娘，弄个12属相，你看怎么样？12属相，您过年的时候不都给我弄过了吗？也不算什么新花样的。那娘没弄过全套的呀。你想啊，要是12个动物都摆在这儿，哼，那你多好看，多喜庆啊！您都会弄啊？哎，弄弄试试呗。等弄出来呀，就知道什么成色了。儿子，去和面去。怎么说干就干呢？都多晚了，明儿再说行吗？那你睡吧，娘去和面。各位乡亲们，这桌上摆的钱，就是咱们麦香面粉厂赚的钱，不容易啊。这段时间来啊。
咱们是点灯熬油，忙里忙外，还清了外债，还赚了这么多的钱。建厂的时候我说过，不能让大伙亏着。眼下咱们有钱了呀，我这心里头别提多亮堂了。哎，大叔，那就赶紧分钱吧，大伙都瞪眼等着呢。先别急啊，不差两句话。乡亲们，咱们麦香面粉厂是越来越赚钱，啊，我这心呢也越来越大。人嘛，啊，你吃的越多，胃口就越大，这也是常理儿。没事我就琢磨呀，咱们能不能再盖个养猪场？粮食有了，你再弄点肉吃，这不是好上加好吗？哎，那大点数，那盖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吧？没错，是得花钱。这不，今儿呢，我就想跟大伙商量商量，咱们呢，是一口吃饱了，还是细水长流，慢慢吃成个胖子？大胆说啊，您说这话，我们不懂啊。是啊，啥意思啊？一口吃成胖子呢，就是把桌上的钱马上分了，大伙拿回去。愿意吃吃，愿意喝喝啊，舒坦一把就行了。要是这钱不分了，全当大伙把钱存在我这儿，啊，我拿这钱呢，盖养猪场。等厂子建好了，咱们见着肉了，到那时候，连本带利的分红，把钱都分给大伙儿，啊，有粮吃，有肉吃，你这不就是细水长流，慢慢吃成个胖子了吗？哎，那我也就是说一嘴，这是大伙儿的事儿，你们看着办。你们要是信得过我，愿意跟我干，咱们就干，好吧？你们要是信不过我，不愿意干，那咱们马上就分钱，不就成了吗？我看还是分了吧。是啊，分了。分了还能吃上肉吗？那不分就保准能吃上肉吗？对呀，是不是？肉吃不上，钱再没了，那不就凉快了吗？这想吃肉啊，就得掏钱，掏小钱吃大肉，多好的买卖啊！这钱呢，我赞成不分。这样吧，桌上的钱呢，原本就都是大伙的，谁要愿意来拿就来拿。你拿了我也乐呵，你不拿我也乐呵。只要是大伙心里舒坦了就行。吃不吃盒饭？三千，这等爹领了钱，还要给你买肉包子吃？我不能就吃一顿肉包子。大胆叔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只要办了养猪场，就能顿顿流油了。啊，爹听你的。啊，啊，上齐，多好的事儿！这些庄稼脑袋他就想不明白，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？爹，你也消消气儿吧。估计我大胆叔也没想到有人能撤梯子。这头老牛，哎，都热得冒了气儿了。那平日里挺个胸脯子，哎，扒着个脖子，觉着自己可以一呼百应的。这小可好了吧？让他冲个冷水澡，凉快凉快。爹，你说大胆叔这养猪场还能开吗？以你大胆叔的性子，他是非开不可，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那他现在可能在闹心呢，你就不去看看去？
要来也得他来呀，我可不去。那你就不管了？不管。哎呀，不管，我又怕他满嘴起大泡啊，寻声上吊。哎，那这样吧，那个今天晚上你去请他，就说啊，我请他喝酒。那人家能来吗？嘿，那就得看他是不是牛大胆了。爹，嗯，慢点儿。再去拿俩馒头去。不能吃，你都已经吃了三个馒头了，撑着了该。三个馒头怎么了？倒退30年，我一顿能来8个。倒退30年，你还能吃上这馒头？菜饼子也是8个，回去拿去。嗯，行，给你拿。妹子，你爹在家吗？啊，在里边吃饭呢。大胆说，吃着呢。嗯，吃着呢。吃了没有？那么一块吃着。我爹请你过去。嗯，请我过去干什么呀？喝点酒，拉拉管。哼哼，好事。啊！爹，别出去了。有人请喝酒，能不上面子吗？东升，走。锅的红烧肉，你看我这色挂的多带劲啊！快尝一尝啊！当家的，咱有钱了，过两天呢，抓几头猪去，再抓几只羊，几只鸡，到时候啊，咱把咱这个破房子扒了，盖个大瓦房，东西跨院的都得给它配上。你说呢？东西跨院好，俺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。当家的，你这是话里有话呀？俺还是当家的吗？我感觉这钱啊，藏柜子底下比较稳妥。不行，万一让耗子啃了，这不全完了？那要不藏柜子里边？贼一进来第一眼就看柜子，不行。你这不行那不行。你说藏哪儿？哎呦，你说这钱吧，不拿回来闹心，拿回来也闹心，真愁人。娘，我总觉着这钱咱不应该拿回来。你想想，大胆叔想着法让咱过上好日子，你说咱一个村的不帮着他，那还能有谁帮着他呀？那办养猪场和办面粉厂能一样吗？人不吃猪肉能活，不吃面粉能活吗？万一这养猪场赔了怎么办？咱这钱不全打水漂了？娘，这叫见好就收，不吃亏。娘想着吧，过几天拿着钱买几只鸡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要不了一年，咱这家里面呀，成鸡窝了。说啥？娘，我说不过你。你想，我爹如果还活着的话，他保准不赞成你这么做。大胆叔那是带着咱走向富裕的道，带着咱钱生钱的，不比你这鸡生蛋强多了。你想是不是？
我说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钱呢？在呢，在呢。看看，这么厚一沓，全是大芯片儿。咋样？压手不？压心呐。从今以后，你是咱家的当家人啊，这猪啊、鸡啊这些事儿，你想干啥干啥。这话说的，老爷们活着，哪能轮得上媳妇当家呢？你让俺当家，那你做啥主？我做什么主了？谁让你拿的钱？那，我不是替你拿的吗？放屁！你倒是把钱拿回来了。心里有底了啊！你这是拆了牛大胆的台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咱不擒着他，谁还能擒着他？娘，你这一晚上我都不吭声，我都快被闷死。闺女，咱们明天就去。去哪儿啊？去市场上卖馒头。不是说要去商店卖吗？先不进了。咱们呀，得抓紧时间卖馒头，能多卖点儿多卖点儿，等赚了钱呐，给你大胆说，建养猪场。咱这那点钱，能建得起养猪场？嗯，挣一点是一点，总比没有强吧。那你现在揉面干嘛呀？明早蒸馒头，你呀拿到集市上卖，娘呢拿到城里卖，咱俩兵分两路，能多卖一点儿。不，你这请喝酒就备了一瓶，你这叫请喝酒吗？那你说叫什么？你这叫请长酒。你一瓶酒我就喝了一杯，啊，剩下全让你喝了，这叫长酒啊？那你给我弄一瓶来让我尝尝。我说马二里啊，你这个叫我来，不光是为喝酒吧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大胆儿。我记得你干面粉厂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只要我想入股就能够入，是不是这话？你想什么入就什么入，谁让咱们是好兄弟呢？行嘞，我呀就去讨弄点钱来进你的养猪场。对不起，圈里的猪都满了，没你的位置了。哎，怎么这又没位子了呢？就是没你的位置了。我告诉你，面粉厂不景气的时候你可以入，景气的时候你也可以入，但就是养猪场你不能入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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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甭跟我兜圈子了。是我现在那是人心不齐，各顾各家，各找各妈，盖养猪场的钱凑不上数了。但你也用不着拿这事来风凉我。我今天牛大胆把话是放这儿，这养猪场我还是非建不可。人不够我找人，钱不够我凑钱，我就是砸了锅卖了房子我也得干。这辈子磕磕绊绊经历的多了，我也不差这一件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别高一声低一声的，我也就说说，你要真让我拿钱呢，我还真拿不出来。不是还有酒没有啊？没了。没酒还喝什么呀？走了。哎，跟这老牛掰扯啊，还真占不着一点便宜。爹，不差这一天两天的，你就安心在家歇着吧。在家憋着，能憋出钱来也行啊。那你也出不去呀。爹，等雨停了我陪你去找妈妈。这雨下的真是时候。大胆儿，大胆儿。爹，爹，你看。
你们这是干什么嘛？啊！来来，赶快进屋。进来吧。那快进屋。你这大雨淋着，不坐下病了？大胆啊！这是俺拿回来的钱，俺对不住你。这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钱，啊！你们拿回去了，我就不欠你们的账了，我松快呀！你说我想干养猪场，这事儿呢咱们都没干过，你们可以信不过我，我是自己憋得慌，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没本事。我怎么就非让你们拿出来你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这血汗钱？我怎么就不能让你们顿顿都吃上肉？我没怪你，我要怪的话就怪我牛大胆没本事。大胆，你别说了，你再说我这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当年你说要借地种粮，俺害怕，可俺硬着头皮跟你走了一圈，不但这脑袋没掉，还填饱了肚子。去年你又说要干面粉厂，到最后这面粉厂也赚钱了。如今你又说要干养猪场，大胆，就一句话，俺赞成干养猪场。这也不是什么掉脑袋的买卖，我可怕呀！俺把这钱还回来。大胆，我们这干就得干了，这钱都给你。是啊，大胆。乡亲们，老少爷们们，牛大胆要是没你们拖着，你们情着，你们这么帮衬着我，我说实话，我干什么我心里都没劲儿。今儿轮了场大雨啊，浑身冰凉，但我心里不凉，我又有精神头了。既然大伙都赞成，那咱们就把天蓬乐园的养猪场咱们干起来。牛大胆可真行，到底把这局棋给搬回来了啊！还起了个名儿，叫天蓬乐园。天蓬乐园，哎，这名起得好啊！天蓬元帅猪八戒待的地方，有意思。哎，爹，要不然咱们开一个悟空乐园，专门欺负猪八戒。不在乎叫什么名儿，关键是得看干什么挣钱。就是。那个名儿也不能当钱花。刚支不起面粉厂，这又要养猪。哎呀，这是又想吃素的，又想吃荤的，嗯。麦香岭还折腾不开他了。爹，要不然咱们开一个养鸡场吧？养鸡又能吃肉，又能卖鸡蛋，咱们一个厂能够顶他们两个厂，你说怎么样？养鸡好，我赞成。只要是能赚钱，干什么都行。儿子，你的精神头是不错，可是你还太嫩了点。爹，这儿都一年了，您从头到尾，要不然是等一等，要不然是稳一稳，再要不然就是沉住气不着急。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大步开张啊？火候到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这锅包子呀，也该揭盖了。你那什么馅儿的包子？好馅儿啊，可香了。那咱赶紧把盖揭开呗。
没钱接什么干啊？要么咱也学他们凑钱入股。钱是得凑，可凑不够啊。这样，你们大伙呢先回去凑着啊，我呢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办法。爹，你这上哪儿去啊？我呀，出去办点事儿，估计一个礼拜就回来啊。那么长时间？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等回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老子的事还瞒着儿子？哼，不是瞒着你，我是怕有内奸。你是说小蛾子？量了半天，还就得这件啊，有派，就是有派。爹，爹，你这要出门啊？嗯，寻思着去肉联厂去探探路去。养猪场都没建起来呢，你就寻思卖猪的事儿啊？现在养猪场那不容易啊！啊，咱们手里有钱，那不说建就建了。要是缺什么，咱们用面粉底。眼下呀，最主要的就是销路。建面粉厂的时候咱们吃过亏，不能再吃亏了。那爹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啊。你看家，厂子里那么多事儿，你走了谁管？那不行，那你一个人去能成吗？嘿，那看干什么事儿，干这事儿精神头足着呢。哎，就差这套了。劳动人穿上劳动布，底气就是足啊。对了，啊，把你那黑眼镜再借给爹戴两天。行，去给你拿。娘，儿子，哎，来来来，快来看看，娘这面点做的咋样？哎呀，太好了。这牛是牛，马是马的，娘，这回咱可算是露脸了。这商店的经理要看到这个，不得吓一跳啊！这他吓不吓一跳咱不管，只要咱这面点呀能进商店，那就算成了。这些东西要进了商店，那咱可就展扬了。那些市场的卖馒头的，不得气死啊！嗨，那有什么的呀？哎呀，要是游击队呀变成了正规军。该打仗还得打仗啊！这人呐，要想扬眉吐气、高人三分，那就得打。打，那咱也打得舒坦。儿子，去拿篮子，咱们去商店。行。说要做十二生肖面点吧，我记得没说呀。那他们怎么也做了呢？难不成碰巧了？走，咱们问去。儿子，回家。别呀，娘，您这好不容易费尽心思琢磨出来的，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看看呀。一样的东西，看了也白看。我觉得。咱做的比他们好，好看有什么用啊？好看也不是新的，人家还以为啊咱是学人家的呢。咱要弄啊，就得弄出个新花样，弄出个让他们想不到的新花样。走，回家。味儿。
身上有怪味儿？不是怪味儿，是香味儿。香味儿？嗯，什么香味儿？猪肉的香味儿。我身上有猪肉味儿？嗯，我是好些年都吃不着猪肉的人，我一闻着猪肉味儿，哎呦亲呐！不是啊，一说起猪肉来呀，故事多了。闲着没事儿，给老弟说说。哎。你说从哪儿说呢？就那些年啊，我们那儿啊是一年到头吃不上回肉啊。有一回那是大年三十，我就寻思着，怎么着还不能让大伙儿沾点油腥子呀？寻思带人杀猪去，帮人家杀猪啊，怎么地，人家也能给点猪下水。你别看这杀猪这活你听着容易，可真干起来，嘿，难了，你下不去手。就猪那俩小眼睛跟那瞪着你，小拱嘴咕噜咕噜，他心里都明白。你一动刀子，弄不好他眼泪都下来。我这人心眼软，见不得这场面。不行，哎。我又一想，那乡亲们那还等着我呢，都吃肉袋饺子呢。我心一横，我知道那猪啊就是阶级敌人了，就是日本鬼子了。等杀完了猪啊，领了点猪肉回到村里啊，把馅儿剁了，包完了饺子，大年三十乡亲们总算是吃上回饺子了，肉蛋饺子。想知道吗？那饺子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啊？嚼到嘴里啊，舍不得往下咽。这抓饺子的手舍不得洗，晚上躺在炕头上还闻闻，就带着这饺子这香味儿就睡着了，接着再吃一回。是是，老弟，你老哥呀上岁数啊，你要说大事儿干不了什么，可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办，我还一直想把它办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也得让大伙儿都能吃上肉啊。哎，你是干部？村长算干部吗？哎，管事儿的就是干部嘛。你也是干部？管事儿的，还是个好干部。你真是有心人呢。哎，行，咱俩对脾气，咱俩唠一块儿去。干什么的？哎呦，岁数大了，眼神不好使。切！江苏好日子肉联厂。哎呦，我叫吕卫民，是总经理。哎呦！我说，卫民这名好。你卫民，我也卫了民，咱们俩算是卫到一块儿去了。